玩家背上的猪大肠已连接，背身的猪大肠来了。哎，我是背上的猪大肠。这是我的男朋友李红海，开心点，笑。你没有人爱，你活该。一头，你叫我这悲伤猪大肠，是不是因为你爱吃猪大肠？但是因为减肥，女演员控制不能吃，所以悲伤。你懂我，傻哥，对不对？所以你看，都一个队的。我叫悲伤的卤煮。真的吗？我爱吃卤煮。欢迎来到沙象门店大亨游戏，请用鼠标点击游戏助手领取任务。你们好啊，我是你们的游戏助手。今天你们将会了解到沙县小吃是如何从一个挑着扁担的小摊位成为遍布全国的大产业的。卡词了，这个系统咋的？你这还卡词呢？等停，重来一遍。游戏的笔记还会卡词了吗？网不行啊，这网，哎，这网有点卡，这网。在今天的游戏中，我已经为三队玩家都准备好了可以显示各自 ID 和等级的书包，书包，并在里面放好了游戏手册，请领取，并阅读吧。哇，这么长。本游戏分副本任务与主线任务，玩家需先完成三个副本任务，才能进行主线任务。什么叫副本任务？就是刷副本。刷副本，那咱们开刷吧。玩家的起始等级为零。每完成一项副本任务可获得经验提升等级，等级更高的玩家在进行主线任务时可以获得优势。在沙县大富翁任务中，率先占领相同颜色三家门店的队伍获胜。三家门店相同颜色，那很难啊，一共才三个机会啊。对啊，那确实啊，三分之三啊。三分之三是多少？就是百分之百啊。三分之三。场地里的管道是各位进行场地间传送的工具。为了提升等级，就请大家前往第一个副本任务点——鱼帮村。鱼帮村被誉为沙县小吃第一村，很多从这里走出去的村民如今已经成功致富了，他们一定有很多的经验可以给你们，请出发吧。好，说一下我们的名称。勇敢牛牛，沙宝，悲伤的猪大肠，走了，走了，哈哈哈哈哈哈，蹬不下去，还没下完呢，再往里下呀，下不去，卡住了，通道太窄，太干了，真的，我拒绝这个，不是，你这后面搁了个台儿，你这屁股不就坐台上了吗？低头吧，低下头，大家把头下头啊，下头可不好。下头，太不太顺利。走吧，我们走吧。好，预备，拜拜。哎呦呦！哎呦！你们这么整，我们管道都没有了呀！可以吗？可以吗？把景儿给拆了，晚上还得钻回来呢啊！摇一天，老板两分真奖，007，让我们跳一下，真的跳一下啊！来，一二，拜拜。魏大师，你酒。Go 走了，拜拜。我特意刚才搜了一下，说你是个腼腆的男孩。哦，你不认识他？之前录不录过节目？哪个？哥哥，你这个你播出去之后不好。你俩之前录过节目？没关系。你不要介意，他之前也记不住我，老忘。他昨天还不认得他。对，他早上连白鹿真名他都不知道。他问我白梦妍是你哪个角色的名字？沙哥都懵了，都不说话。你有可能跟我录过，但是因为你腼腆，我上一次没印象。那怎么了？跟你录节目的，你还记得住？大哥，你还记得我？你
是一个腼腆的小女孩，她也不一定记着你的。腼腆的一个女孩。